我知道这次参加联展的16位艺术家，有些朋友是克服先天的障碍，有些朋友则是从人生的意外的伤害勇敢的走出来。这整个展览是非常不简单的成果，而谢谢大家的分享，你们的作品代表着奋战不懈的精神，是一个个勇敢的生命的故事，让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除了能够欣赏到艺术之美，也有深刻的人生的启发。在这里我要谢谢中华身心障碍职业技艺协会，过去多年来为身心障碍朋友提供求职跟技艺训练上的协助。今天的开幕的这场创作联展是陈理事长和协会的努力之下，整合了政府以及民间的资源，已经是第13届，每一次的展览都能够逐步的累积，让越来越多的身心障碍朋友能够展现才华，也让社会大众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跟帮助身心障碍的朋友。我们也希望身心障碍者朋友的努力跟才华不只是在艺术领域被看见，包括一开始我就提到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身障朋友，政府有责任来打造友善无障碍的社会，协助所有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跨越障碍，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。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欣赏大家精彩的作品，未来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努力，不但让我们这场展览的精彩能够延续下去，也要协助更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有最好的发挥，挥洒精彩的人生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